男女朋友真的可以一起运动，对彼此都好。好，你好不温柔，你要边塞三星啊。哦，边塞三星。好，现在你就把双脚打直，好，然后背部往下躺，好，慢慢的往下躺。有，你要慢慢。你要说把重量交给我。好，把你自己交给我，把你自己交给我，把你交给我。好，慢慢的往下放。哇，爽！我没有，我顶住了吧？是不是？没有，我觉得情侣的这个动作可以有很多的一些创意。那这是其中一个方法，就是男生可以撑体的时候呢，这样子比较好，这样子比较太远了，太远了，慢慢下去，慢慢下去。你有做过吗？没有，没有，第一次。这个时候呢，女生就可以稍稍抬腿，把双脚合起来。合什么？把双脚并拢，双脚并拢，合起来，停停停，并拢，对，好，稍稍往上抬，对。哇！哎，不知道为什么有神秘感，你真的好感动，神秘。不行，抬开啊！哎，不行，你要整，好，好，你肩膀软的耶，瞬间高了半身。他柔韧度真的还蛮好的，对啊，真的有在运动哎。对啊，他说突然有一股神力，他不知道为什么。你要讲完，你可以吃饭。好好好，妈妈也很想知道。就是男生撑在这边的时候呢，女生就在抬腿。那女生大概重复抬个10次吧。抬到哪里？一直重复。抬到哪里？其实不用抬到那么多。你要讲我不懂啊。这是90度嘛？如果从这边来看的话，大概到75度的位置。这里最难。对，这边是最难的。是不是手要？这边是最酸的。好，往下放，往下放，放到15度的位置。好，这边再固定。好，再回到75度的位置。不能。所以只有两个定点。